海学院创校七十周年书画摄影展览，首创玻璃珠刺绣《清明上河图》预展。2017年香港珠海学院展览。玻璃珠绣《清明上河图》工艺画卷大计，全球首创的最大型玻璃珠绣《清明上河图》画卷，长18公尺，高0.65公尺，2个800种颜色的玻璃珠，由人手精心刺绣而成，底部采用坚韧的麻布，可以称为破和麻布国家强硬度，因此能承受数百万个玻璃珠粒的重量。该件开创先河的巨型工艺品，由市米公司的受珠工艺设计制作员何寡贤，以及曾接受馆艺训练的全受珠工艺师合力制作而成。现内容参照《清明上河图》正院本和宋本2个版本，以晶莹通透且色彩纷呈的玻璃珠，展现出千年前宋代历史、风俗文化、生活情况。广阔的画面中，植物种类繁多，及生活前置有动有静的品种数以万计，包括人品于2400名，数以百计的动物，骆驼、马、牛、羊、虎、禽、牛、禽鸟等，加上船桥、木车、马车和人力车辆等近100项，及桥梁、大方城墙、楼阁、皇宫建筑群、庭院大宅和人民房舍等建筑物近500栋。把汴河两岸的花草树木、郊野山丘、城市乡镇街景、店铺摊档等之千年前的生活情节重现于眼前。由于部分景物细小，只有1至3厘米，用限数的玻璃珠粒穿绣时，不仅涉及精湛手艺，工艺师尚需具备有的艺术造诣，使用一针一线的亦需神秘心思，方能与其形态显著满意。手工精巧，制作严谨，务求精益求精。部分繁多景象的画卷先制作成分件挂画，以供生产。长画卷时的配色和用料参考，期间亦几经修改，使用的玻璃珠接近1000万个。在光线照射下，闪的生辉有如转粒流射成画。具有独树一帜的视觉观赏效果，格调富丽堂皇，最适合画坛摆设。此项首创玻璃珠穿绣的历史风俗画卷工艺项目制作，先后动员10数人参与，历时10年之久。于2017年完工，前正安排首后公开展出，供大众欣赏和评价，并既能登上世界纪录之列。玻璃珠绣《清明上河图》工艺品制成品分别为下列 A 和 B 两种 ：A. 珠绣《清明上河图》画卷长18公尺，高0.65公尺，重40多公斤，只用玻璃珠粒有700万粒，以丝织锦布双裙画边制作和穿绣珠，工期逾7年。生产制作需要多人同时协作完成。B. 珠绣《清明上河图》分段挂画，将长画卷分段制作成19幅独立工艺画景，每幅分别相配玻璃镜挂画框，各长1.26公尺，高0.75公尺，重约7至9公斤。每幅画景内容繁简和轻重不一。使用的玻璃珠由25万粒至35万粒不等，
製作和專售工期計70至100天之間。清明上河圖畫作簡述。超過10年嘅時間，用玻璃珠製作出清明上河圖珠繡畫卷，希望列入健力士世界紀錄。八人大橋，河上嘅木船，仲有橋上熱鬧嘅市集，全部都由密密麻麻嘅玻璃珠砌成。这一幅长约18米、高0.65米的珠绣画卷，参照《清明上河图》清远本和宋本两个版本，用了近800万粒玻璃珠，透过10多对巧手，花了10多年的时间才制成。构思这一幅珠绣画卷的是81岁的陈春华，他60年代开设珠绣工厂，10多年前結束工場，專心設計呢一幅畫卷。見到我哋呢種嘅珠繡工業咧，已經式微啦，式微到係好似喺冇乜嘢價值啊，做咗已經20年啦，咁冇咩變化啦。咁我覺得要需要將佢活化呢種啊，重生咁樣啊。一開始我就準備10年計劃去做呢件工作嘅。開始知道係好困難，好唔容易做咁樣啦。有份參與嘅師傅話：繡畫過程並唔簡單。有時佢玩住啲攬啊，嗰啲係成啊，擔住啲嘢啊，咁佢攞住嗰啲咩嘢咧？嗰啲珠粒太大粒啦。咁啊，如果我用筆咧，就厚易得滑啫，係嘛？但係我啲珠咁大粒，我點樣表達出嚟咧？作家和製作團隊就希望透過這一幅珠繡清明上河圖，鼓勵年輕人追思遠古，欣賞古人生活之餘，亦都欣賞自己的生活。珠繡清明上河圖正是在珠海學院。